哎呦我的妈！KO， 我太难了。哇！嗯。哎，熊妹儿，啊，过来帮我伸下腿。你把我当什么人啊？踹你！嗯，这你别笑。我是那种人吗？请不要把我当人。还有没有呀？只买了两只。你别笑！哎呦我的！啊，好烦啊！姐，你怎么了？我不想打工了，我要回家。为什么啊？上了一年的班，挣不到钱就算了，连个泡我的人都没有。你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这道题这么简单都不会，还五块二块钱！哎呦我的妈！两块五！这你别笑。啊，哎呦我的妈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